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虽然现在已经到了下午的两三点了，但是呢还是一样有人陆陆续续的在用餐，可见呢我们来的人次呢真的非常的多。每一个时刻呢大家忙自己的，但是呢只要到我们的餐厅来，你一定都有东西吃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的餐做得很好哦。今天呢做餐的单位就是宜兰道场哦。那所以说宜兰道场有很多古都的风味哦，就是勾扎比也真的很多哈。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碰到了就是原生法师，原生法师呢现在呢他这一周做的全部都是他越南的学员还有台商们，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他们在聊些什么。原生法师哦，今天我们刚刚看到这三位哦，都是我们的越南的台商吗？台商，对，这都是越南的台商哦。这一趟特别在水陆法会过来安设这个莲位来这个供养。对，我们知道哈，其实每位法师都很忙，尤其是我们原生法师哈，他一忙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是工作服啊，那就是知道他呢除了当法师之外呢，他其实很致力在法工这一方面了。今年我们的道场哦，就是我们的教室道场是你的班上副哦。这个三宝师，三宝师，对对，三宝师，所以很会流汗。当然了，三宝师呢是我们所有的法务最辛苦的，因为就是有很多的火焰嘛哈。但是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就有很多的光明哦。所以呢，我们光明就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台商哦，真的是要感恩呐，因为你们可以在异地呢付出了这么多，真的。来，我们来跟我们这几位台商聊一下好不好？先介绍一下。啊，我们那个郑师兄哈。郑师兄的夫人，还有那个我们九阳公司的那个董事长哈，对对对对，第一次来安设联瑞啊，因为工厂里面有一点小问题啊，借由这个机会呢，能够调整，使风水学如法以后呢，可能公司会比较平稳一点，这样。贵姓啊？你好。我姓黄。黄董事长，你好，你好，第一次到台湾来吗？没有没有，我们去越南。应该大约有十二年。你是台商了，对不起，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吗？我们第一次听到郑先生特别介绍说，我们这个有这边做法会啊，那我们就是特别从越南赶回来这样参加这个法会。是是是，是这样。三成第一次来，那我刚刚看到了，对不起，我拿一下哈。刚刚看到我们的原生法师呢，就在这里面授机宜啊，吃完饭以后呢，开始在画这个可能是工厂的图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吗？有一些问题，那我们来请教老师这样子。是，就是这样。法师在越南，你有去找过法师吗？有有有有，他也是很关心我们这样，就是
帮助我们、协助我们的一些问题，是、解决这样子。我们的原生法师啊，除了是我们台中道场的法师之外呢，他也是我们台商服务联社的社长哈，所以说，对我们台商是特别的关心，尤其台商遇到了一些工厂上的问题啦，其实他每次回来台湾呢，有一些的问题，他也是心急如焚的，想要来请教师父，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够让我们台商的工厂更好？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了。是是是，他也很热情，你看他在吃饭。这个也在忙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他就是一直，回答我们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很感谢。一边吃饭也可以一边画图，还讲得很清楚，还不简单呢。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啦，顺便谈事情。高境界，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哈，身为台商服务联社，为了就是说我们台商呢更留台湾，但是呢也在异地的地方、异国的地方打拼哦，这是最辛苦的。您是从事哪一方面的工性质的这个行业？我们是做空调这方面为主。空调，对对对。哦，是是 是, 是, 是。所以要很多员工喽。还好了。但是工厂公司要顺哦，很重要哈、哦。所以这一次来，你的问题应该，我看他在一边画图一边讲，我在隔壁桌吃饭，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好像也有学到一点了。好，也祝福你的公司啊越来越好。那这一次要准备在我们台湾停留多久？回去再回去？大概都一两个礼拜左右了。一两个礼拜。是是 是, 是。有见过师父了吗？还没有。好，找个时间。对，应该要找时间跟师父见面一下。对对，对，要跟师父哈、这个来借这个结缘，请师父加持。没错没错，看我们的师父手一伸出来，你就不要跑。他这个手啊，像个魔手一样，一加持呢，哇，真的太棒了哈，智慧大增了。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位哦。这一对呢是贤伉俪哦，也是在越南呢从事事业啦。这企业体哦，就是结缘在越南，但是呢，也是我们啊台商服务联社原生法师的因缘呢啊，就是对这一次的水陆大法会呢，也来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消灾化劫，也可以求事业一切都平安顺利哦。所以呢，这是今天来先介绍一下您贵姓？我姓郑。郑太太了，是，你好，你好，你好，气质非常的好啊，哦、谢谢。从事怎么样的工作？我们做木质家具，木质家具，家具很棒哎，我现在乍看之下，先生也帅，太太也美哦，这是天生的绝配配对哈、哦，对，啊，很好很好。那做这个工作在越南好像很多人做哈、哦。对，台商做家具的大部分都在平阳这边。哦，是，是。是因为那个地方取木材比较方便吗？本来越南它就有天然的，就是它的天然资源也比较多，木头的资源比较多，所以做家具的厂商大部分，也都是在平阳这边。所以我想，因为两个夫妻可以一起工作，你一定是负责外，他一定负责内了。我内。你内。我负责生产，生产的部分。业务方面是由他。他管生产，我管行政业务。哦，厉害哦！行政业务哈、哦、要很细心，而且要面面俱到。生产的话，当然啦，就是你可能要跟你的员工，斡旋，还有交代得很清楚。是是是是是的，是的，还要教导他们一些理念啦，一些观念，是的。用的这些员工都是台商的华人还是越南的？哦，都全部都是越南人。哎，对。是在语言这一方面呢？有翻译啦。哎，对啊，当然我们去那么久了，也会多少会一点。去几十年了？二十年了。二十年。二十年应该都懂了吧？可以啦。可以。里面的员工。沟通都没问题了。是。那因为我们里面的员工啊，大部分都已经最少都有15年的年资，所以他们也都会讲中文的。那就很棒了哦。
因为最怕就是完全自己不懂，经过翻译以后可能会差了一截，尤其是你在制造这种所谓的木，差了一点点就不行嘞。是的啊，因为刚去的时候我去20年嘛哈，刚去的时候，去一年多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事情，哎，很不顺的事情。那有个机缘就遇到老师，那老师来帮我看，来帮我解决。然后后来师傅也都有到我们工厂去，看一看，帮我们解决这些烦恼这样，哎，啊，这19年来都是林老师的来帮我们的加持这样哈，解决我们这些疑难杂症，啊，所以说很感谢老师，啊，哎，谨遵师傅老师的吩咐，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这个宗门的帮忙之后，我们也是秉着那个心，哦，来继续帮忙，哎，我们有缘认识的朋友这样，哎，好，谢谢。师傅驾到啊，就像我们常常说，哦，美女驾到的时候呢，整场呢都是嗨起来。师傅驾到的时候，慈光加持哦，我相信呢做得更好哦。所以啊，当初在越南的时候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圆生法师先来帮忙的。就是里面的一些不如法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一些刚好一些不好的磁场。那就是一个因缘际会，我们认识了师父圆生跟圆生老师，哦，然后来帮我们改善我们环境的磁场，哦，风水之后。那渐渐的我们已经就是各方面都比较如法了之后，所有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所以当初呢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当初我刚去的时候是我记得那年我是39岁哦，那年轻嘛，觉得说哎，什么事情只要我努力有什么不可以，哦，就像现在时下的年轻人讲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我比别人较歹命？对，这句话很贴切，非常的贴切，也是很努力的，但是就是不得法，就是做得很辛苦，然后工厂也有发生那个火灾，哦，啊，所以说当然就是怎么讲，就六神无主的啦。啊，当时那时候一个救星出现了，就是我们圆生老师。救星怎么样牵引来？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股东之前有在那个三宝寺上过课。啊，那时候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说，啊，那时候也准备要再盖工厂了，啊，怎么排，怎么画都画，觉得说不太顺，都是不太适合这样，对，那我就请这位，请他传，说传土回去给，那丰原这边的师兄看一看，是不是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疑难问题，结果。这丰原这边的师兄就说：“哎，刚好有一个师兄，就圆生法师，刚好是那时候还是半兼职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泰雅机械上班，哎，啊，那时候半兼职，啊，那时候就他就有接到台湾这边的师兄的通知，然后就是隔天就到我工厂去。那我之前虽然大家都是在丰原这边，但是也都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结果老师去，很玄啦，很妙啦，那就是看我，我给他生辰八字这样，他就把一些事情断得非常的准，而我也吓了一跳，为什么有这种法这么厉害？这是这样的，这个叫做行家一出口，行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哦，但是我们圆生法师啊，他会进来我们宗门哦。你说半兼职，我就想到了哦。我们圆生法师要进来维新圣教的时候呢，这个有一段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圆生的师娘啊，她曾经在师父旁边帮忙，也观察了4个月。想说我们的师父怎么这么灵啊，什么东西经过师父的加持灵疗，或者是师父帮他占卦，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那老师娘以为说是这个混元，这个那时候是张老师，张老师呢是不是家里养小鬼，他从头到尾家里去巡视一遍，在师父旁边看，奇怪，完全都没有嘞。
才让我们圆生法师呢这样子毅然决然全部全神投入啊，今天才有办法把我们这个越南的这些台商们带动得这么好哦。是是。那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一位老板也是经过你介绍的吗？是的。哎，是。啊，当初你介绍他是什么情况？因为在越南就是，没什么娱乐了哈。那就是我们有参加球队，啊，他是我的球友这样哈。那大家就是讲话的各方面呢、啊、都很投合。啊，然后就知道他是在做什么行业的嘛，哦，他主要的行业是做那个冷气机的外壳，哦，还有一些就是铁制品的东西这样，啊，也有烤漆，哦，啊，那我本身也有一些要买一些五金的东西啊，也是有烤漆的，啊，那之前那个工厂呢就做得不太顺，那我就请他帮我忙这样，哎，啊，结果就是有接触到那工厂。那当然，虽然我学的不多了，但是我到他工厂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也有购买新的工厂。我想说，这么大的工程呢，是不是要请老师来指导一下，来看一下，这样比较好。那我们樊先生呢？我们樊董呢？他也是，很细心的，说哦，这个 OK 哦，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这样。啊，所以说就在这样，有请老师过去上课的时候，哦，到樊董那边去看一看这样啊。董事长给你报告，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常常说哈，其实又是什么赚大钱啊，什么就是要广结善缘呐、啊。您看看哈，您这样子这个广结善缘呐、啊，您结到了这个善缘，然后找到我们的圆生法师。就帮你看到这个工厂了，应该很欣慰吧？很欣慰，我也很感谢老师，还有郑先生的这样的推荐，那我也很感谢，深深感谢这样子，谢谢。因为他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帮忙改善的，我想在介绍认识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常常说的，真的，我们求老祖师尊给我们广结善缘，今天是给我们就是说。听一个他搞，我们得听；两个他搞，我们得听几遍。啊，几遍是什么？我常常自己悟到，这就是一个法，一个正法。因为我在中门已经20年了，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又在国外很辛苦哦。你工厂也设得这么大，然后呢，员工也这么多，自己有非常的专业，为什么做得很辛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希望你的工厂赶快弄好。是是是，应该也是听老师这样讲哦。我们才深深感觉说，哇，真的，这一个法门，这一个地理风水，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郑先生特别从越南赶回来，参加这个水会这样子。所以你们已经回来几天了？我们是第二天就过来。我们昨天搭飞机嘛，今天就过来。昨天才到，如果你是礼拜天，昨天晚上刚到。如果你们是礼拜天来的话，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礼拜天我有来采访哦。我告诉你，挤得，大家都是挤人挤人哦。因为师父的妙法，师父弘法37年了，这37年当中呢，已经有无数的这一些的信众们呢，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啦，工作的问题啦，小孩的问题啦，居家的问题啦，还有是公司厂房的问题，太多太多的人世间呢。这个问题呢多如牛毛，但是师父呢也一一帮他们化解掉，所以现在呢，圆生法师跟着师父已经有20-30年的时间了，可以说如是我们的师父将这些妙法广传给法师们，他们才有办法说，哎，这个行家一出口一出手，你就觉得哎，真的是可以改善得很好，所以这样子你看看先生这样现在做，就是东西出得去，人才前进得来，一切如法，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宗门带给我们的正能量，然后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做事情如法，然后所有的事情当然就顺利的可以解决，最主要是还要感谢林老师特别照顾我们越南台商，林老师在越南台商这里不辞辛劳，有时候林老师他的行程很满，因为需要林老师去
帮忙解决问题的台商很多，所以林老师他只要去到越一到越南，他几乎没有片刻可以休息的时间，可想而知，可想而知。然后舟车劳顿，然后他从来也不辞辛苦。没错我们就他越我就说我们也是越南台商，所以我们内心是非常感谢林老师的。所以没有私心的将师父的妙法来广传，而且呢，也希望借由就是说，董事长的这个工厂改善了以后，而且工厂这么大哈，那你的所有的作业都很顺哦，也可以呢再请我们董事长再介绍更多的台商哦，因为你看看台商们也是很辛苦，大家都想说我们在异地呢地方可以赚钱哦，但是呢经营这个经营。很不善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有机会多介绍一些台商啊，让他知道师父的妙法，由我们的圆生法师呢来服务了，这样子的话这个妙法来广传也是功德一件。是的，这个是我往后很大的任务啊，我也是尽全力的来推广我们这个宗门这个法门的好处大家的宣扬这样谢谢。也很希望借由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水陆法会义工利人天哦，大家呢如果说知道了，有时候我在采访的时候会遇到，上去年呢遇到有一位台商呢，真的是越南来的，我看他呢来这边求啦，工厂的地基组什么弄了那么多，他觉得说他还是做得很不顺，我说好，你既然是越南的话，我给你介绍我们的一位法师，所以我当场留电话。就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真的你没有在这个因缘际会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说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祈求的东西得不到。但是老祖一定会牵线，哦，让我来告诉我们的圆生法师啊，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哦，就是说我今天呢也是在上面采访的时间呢比较多，所以晚下来吃饭刚好碰到，要不然的话这个机缘又错过，太可惜了。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些的这个企业家啊，在越南这边那。很辛苦在工作，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有很努力，有可以赚到钱，那真的很棒了哈。那希望找个时间跟师父见面，你应该跟师父见面过了吧？有师父也有都去过我们工厂两三次了。还没吗？还没哈。那我们圆生法师要看你了。是，好，那我今天就采访到这里哈，谢谢你们，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哈，谢谢圆生法师，谢谢阿弥陀佛。好，各位善心大德显示同修，你们看有这么多的法工呢，大家都吃饱了，他们都还在忙。嗨 ，Hello， 显示们，大家招招手好吗？来招招手。好，这边，辛苦你们了。大概拢吃饱，你那个都无闲哈。招招手，你们是哪一个道场？宜兰道场。宜兰道场。哦，我可以。宜兰道场，还有哪里？竹北一心道场，好，我可以跟你们报告一下，今天的菜很好吃，谢。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我最爱吃，但是也是很好吃的，就炒冬粉。对，我刚刚有吃了两碗啦，谢谢你们啦，辛苦啦，来跟电视招招手吧，来，师兄，哎，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嗨，大家好，大家好，嗨，来看着镜头招招手好吗？来，框架桃招招手，来招招手，在这边，嘿，谢谢你们辛苦了。现在做什么？削水果。削奇异果，这是要供养诵经法师的吗？不是，这是给大众吃的。你把果豆拿起来。这是给大众吃的。给大众吃的，哎呦，还要把它削得这么漂亮哦。对啊，这样比较好使用嘛。你现在是哪一班的？竹北一心道场二十五届。二十五届了，读了两年了。才一年多。才一年多，那你应该不是二十五届吧？你初级班上了吗？上了，二十五届。哦。对。好，要年轻人要学切水果，结婚了吗？还没。还没，以后哈，你有交到女朋友，她知道你这么会切水果，她一定看上你。好，谢谢师姐。有女朋友了吗？有。有啦啊、哦，那改天这个镜头给她看一下哈。好。特写一下啦，哎，招招手，哎，对了，给她女朋友看一下哈，她的男朋友多厉害哈。好来，师姐你嘛是竹北一心道场哎，是啊。那这一次来多少人？可以口罩拿起来吗？我们就那边，我们来了，因为多少人？我们
我不知道玉兴道场来了几个，十六位，我不知道来了几位，对，因为我知道了卫生的问题，因为你们切水果嘛，所以要戴口罩，对对对，好，那大家辛苦了，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